他就是在练这种功夫，这个女人凶残之极，我可真是领教了。 这是什么功夫啊？垂死功。哼，这是我爹留下来的独门功夫，哼，练着这种功夫可谓蒸蒸日上，每天的进步都是看得见的。但这种功夫，越练人老得越快。垂死功，顾名思义，这种功夫不但能杀人，还能杀自己。 悟性倒也不差，这是姑娘。这样的功夫有害无益，贫僧还是劝你快快收手。这是我的事情，不用别人管。姑娘年轻漂亮，何必这样摧残自己呢？你们偷看我练功，我没有杀你们，已经发足了善心了。要是再不走，休怪我不客气。 大家小心！师兄们，我去跟莲青姑娘谈谈，小心点儿。小心呐。好。你过来干嘛？姑娘，能否跟你说几句话？ 我们师兄弟第一次见你，我们都觉得姑娘就如一朵莲花，可怜娇艳。那天的你是最漂亮的，可今天我们也看到，你把你的仇人杀了。当然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过去也就过去了。可今夜你又在这里练邪门武功，姑娘就是不爱惜别人，也该爱惜自己吧。 还有什么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呢？贫僧虽然是个出家人，但也深知青春美貌对一个人的重要性。哼，更何况一个姑娘家，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身世，但我知道，你练这样的功夫，你的心里一定充满怨恨和恐惧，心情是会写在脸上的。这样，姑娘也会变成一个又邪恶、又凶恶。 又狡猾的妇人，就是现在姑娘的眼神和笑容，和前两天见你已有天壤之别。莲心姑娘，你这是？当一个人习惯了疼痛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 哦，两位里边请。是你？是我。好，今天我杀了你报仇。哼，报哪桩仇？ 是报我父亲杀了你父亲的仇，还是报你公公杀了我父亲的仇，还是报我杀了你父亲应老大的仇？什么意思？你父亲应老大已经被我杀了，我正想找你，以绝后患。魔女，咱们之间的债再也算不清了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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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
了，别打了。今年江湖上出来的都是女人，你没有听到吗？男人都被杀光了。妹子，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了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望你把孩子抚养成人。我今天若是杀了这魔女，一定会去找你的。若是我不幸死了，你就告诉孩子为他父亲母亲报仇。哎哎，大嫂。魔女，拿命来。功夫太差，我的孩子会为我报仇的。把孩子给我，他母亲已经把他托付给我，你不能动他，我必须杀了他，要不然他长大以后会继续找我报仇。有我在，你休想杀了这孩子，找死吧。你们让开，我必须杀了这个孩子，我必须保护这个孩子。你不能随便杀人，尤其不能杀孩子。莲心，放下屠刀，我们是不会再看着你杀人的。你们让开。和尚，你们是不是以善为本，积德行善的？姑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好，这个孩子我交给你们，我相信你们会把他抚养成人的。如果他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会找你们算账的。乖啊，乖，乖啊！哦，哎，大师兄，你突然变得这么慈祥，
也怪吓人的。嗯，哼，哦，你现在安全了，没人敢害你了。嗯，哦，大师兄，我掏了一些鸟蛋给这个小弟弟吃。哎，那是生命，怎么能吃呢？走，咱们到村里去化些稀饭给小弟弟喝。莲心姑娘，你是人是鬼？三弟啊，他一定是来害孩子性命的，要保护孩子。我想看看孩子，我保证这一次我不伤害孩子。我也是个女人，我也想做母亲。相信我，我可以把我的白脸交给你们。那好，等你看完以后必须得马上离开。他练这种邪门功夫，必然是事出有因。既怕他继续杀人，又怕他被人追杀，心里真是矛盾的很呐。四师弟啊，你不是劝过莲心姑娘吗？结果如何啊？别提了。四师弟啊，你到底劝的怎么样？哎，莲心姑娘竟然坐在一堆荆棘中。哦。你们是来取我性命的，莲心姐姐，你坐在上面疼吗？你这是干什么？看着姑娘受苦，贫僧实在不忍心。贫僧既然说服不了姑娘，那只有和姑娘一起受苦。师兄一点也不傻嘛，你不能少说两句啊。哼，你们是变着法子想杀我吧？姑娘请放心，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少林弟子，一心向佛，普度众生。我们只想劝你要爱护自己，要珍惜自己。我怎样关你们什么事？莲心姑娘，这几天我们亲眼所见，已经死了不少人了。贫僧想，无论多大的冤仇，也该是结束的时候了。不要再去杀人了，也不要折磨自己了。如果我不赶紧练功的话，恐怕又会被别人所杀吧。这样就不杀别人，别人如何杀你呀？你们知道我爹是谁吗？他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大魔头，杀人无数，江湖中举目都是他的仇人。他一生都在追杀仇人，于在被仇人追杀之中。前不久他不幸被一帮江湖人士所杀。他们杀害你爹
一定也是为了报仇吧？没错，我爹杀了鹰老大的爹，他们又来杀我爹，就是这样冤冤相报。鹰老大等人杀死了我爹之后，又来杀我。你们救了我一命，星儿留我这一命。我有时间练练我爹的邪功，等功夫练成之后，我也会变成一个魔头，那样我就可以继续活下去了。你一个好姑娘，非要练那个怪癖的功夫，你现在还年轻，别人能原谅你。可你想，要是你老了，变成个脏乎乎的老太婆，再这么邪，就算你有好功夫，有谁还会搭理你？你再胡说，看我不杀了你！哼，恐怕我也活不到老的那一天了。我练的是独门武功，功夫中带着七分邪气，越练人老得越快，离死期也就越近。这就是我爹生前一直不让我练功的原因。你爹不让你练，那你就别练了嘛。我不练，谁给我爹报仇？鹰老大等人已经死在你的手下，难道你还不肯结束仇恨吗？可是鹰老大的儿子还没有死，总有一天他会来找我报仇。你们不让我练功，又不让我杀了这孩子，是想有朝一日让我被他杀了吧？姑娘，贫僧既不是要你杀人，也不希望你被杀，就是看着你一天天的变老，练这么邪门的功夫，其实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就是不忍心看着你这样受苦。你们当真是为了我好？我们都希望你好好的活着，没有怨恨，没有仇杀。可我还能回头吗？这种日子也不是我想过的。有时候我一想到我要杀人，要逃命，我就浑身发抖。我真不想这样过下去。莲兄姑娘，回头是岸，立地成佛吧。好，我听你们的。师兄，师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是谁把咱们绑在这儿的？孩子呢？孩子呢？孩子呢？快找孩子！莲心，你给我出来！他是不是把孩子给杀了？莲心，你这个魔女！你是天下最狠毒的人，连孩子都不放过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慧空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莲心，莲心，你不是要做好人吗？你怎么变卦了？你这个骗子，大魔头！昨天夜里我是想做好人，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做不了好人，所以我决定还是做坏人。你救命啊！这条蛇可以把它烧了吃。江湖是残酷的，你们只是几个和尚从寺庙里出来，对外面一无所知，
所以我不能相信你们的话，依你们的道行也根本不能感化我。我想了想，从今后我决定走自己的路，继续复仇，告辞。哎，莲心姑娘，莲心姑娘，你放了我们呢，你放了我们呢。你们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杀了你们，就把你们绑在这里。如果要是有狮子老虎来的话，你们不能怪我。倘若你们可以侥幸逃过一命，也用不着谢我。哎哎，孩子呢？你给我回来，把孩子还我。去除一个人的心理魔障，比治病还难呢。二师兄，你说对了。看来，有些坏人真的是顽固不化。大师兄，你很有悟性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？二师兄，这妖女把咱们捆起来，咱们得想办法才行啊。还能有什么办法啊？咱们在师父身边就少学了两样功夫，一个就是与坏人打交道的功夫，另一个就是逃脱的功夫。哎，新月姐姐，怎么都不说话呀？那位天姿国色的女魔头，让你们失望了吧？哎，新月姑娘，是你呀？怎么都不求我救你们？只要你们吱声，我就帮你们把绳子解开。我等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会求一个姑娘救我？好，你们愿意留在这儿，就等着喂老虎吧。新月姑娘，等等，那个莲心姑娘功夫厉害得很，你还是趁她没有回来，赶紧想办法把我们给救出去吧。我把孩子交给了你们，孩子呢？这就是你们的善心。你们就这样普渡众生，你们能普渡得了谁啊？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，面对险恶的世界，你们是躲不过去的。那孩子是不是被莲心姑娘给害死了？如果我相信你们，他肯定死了。那他死了没有？你希望他死了还是活着？我当然希望他活着。那他就活着。那他在哪儿啊？我还要问你们，我把孩子交给了你们，你们弄到哪儿去了？你们这些和尚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。姑娘，你误会我们了。是啊，姑娘，你放了我们吧。Thank you.
你们饿不饿？啊，饿不饿？哎，你们渴不渴？啊？大家都知道望梅止渴的故事吧？哎，都说说自己最爱吃的东西，这样就能画饼充饥了。好小子，一路学问长了不少，都会用成语了。哎，大师兄，你最喜欢吃啥？蒸地瓜。不错不错，我都闻到蒸地瓜的味儿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再回到寺里，我非蒸两大锅不可，一口气把它吃完。哎，三师兄，你最爱吃啥？板栗。我第一次到中原来吃的就是板栗，简直太好吃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两个穷命的家伙，怎么就喜欢吃这种东西啊？哎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凡是每个人啊，他最爱吃的东西，就是他小时候不能得到满足的。真的。哎，你们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吗？哎，红扒熊掌。哎，你们看。哎，看。白云山到了。这白云山到了，那白云洞呢？笨死了，白云洞当然在白云山里边了。慧空，慢点儿。来，白云洞，哎哎，宝剑就在里面，快快快，快点进去！前辈是何人？我连我都不认识，你们是来夺剑的吧？你们要是能打赢我，那菩提剑就是你们的了。哎，师父说护剑的是三位长老啊，没准得一关一关的过。管他呢，先打了再说，快些夺了菩提剑，赶紧回去。你们谁先来？三弟，只是切磋，不可太过。好，知道。前辈得罪了。前辈什么拳？打完一个再来一个。打败两个再来一个。慧空，慧空，打败三个，一起来！呀！哎，前辈，你可别不认账啊！既然你输了，快把宝剑给我们。算了吧，他又不是护剑长老。我看他也不像是。我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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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口何人？扰乱洞内清静。如果是野心之人，请早些离开；如果是佛心善良之辈，就请进来。梅兄弟啊，你在这等着吧。哎，凭什么让我等着？叫你等着你就等着。去去去！哎，你等着。
慧眼师兄，师父怎么要咱们跟几位前辈来夺剑？这要是从他们手里面夺剑，这不是抢吗？想不通，真想不通。请问几位前辈是？你们是少林方丈的弟子，慧元、慧石、慧奴、慧忍、慧空吗？正是。前辈如何得知？老衲是达摩师祖的徒弟。看来他不像是冒充的。既是如此，徒见几位前辈。你们是奉师命来此吗？正是奉师父之命来白云洞向各位前辈请见。那你师父他还好吧？多谢前辈问候，师父还好。你师父是让你来护剑，你们要先夺得这把剑。你们师父肯定已经告诉你们，护剑先要夺剑，夺不到剑也就夺不到护剑的权利。你们要打过我们几个，在功夫和智慧上都要取胜，否则这剑你们是拿不去的。你们不必有什么顾虑，快动手吧。那弟这就得罪了。二师兄，我怎么这么冷啊？心里不能担心，先上前讨教再说。这洞里到底有没有菩提剑？师兄们到底是死是活？哎，咱们一转眼也到这鬼地方来了十几年了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夺到这宝剑。废话，要是能够夺到了，咱们还守在这里干嘛呀？等着吧，这把菩提剑就是我山羊胡子的，除了我谁有本事得到？哼，山羊胡子，你又吹牛了。哎，去去去，我不吹牛，若论功夫我是天下第一，若论寿数我也是天下第一。你看看我的胡子就知道我能活多久了，我一定能够活过护剑长老的。等他们一死，我就冲进去，这剑不就得到了吗？行了，别吹了。各位大家，各位大家，又来一个夺剑的。这洞里当真有把菩提剑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就这等功夫也想来夺剑？
有见过如此高深的功夫。要夺到菩提剑，得有上乘的功夫。再试一次。嗯。呀！慧空。又有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被打出来了。哎，你们没事吧？受伤了没有？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请看你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无私神秘的地方，嵩山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。